轻轻松松随你翻滚。这间位在花莲吉安乡的体操教室，可说是花莲第一间体操复合式舞蹈空间。对于练习舞蹈跟武功者，最需要的就是一个安全的场地，也有弹簧的竞技跑道，可以在上面做翻滚、弹跳的训练。那我们还有弹跳床，还有海绵池，这些东西都在帮助我们做体操特技的时候，不用去担心翻滚失败、落地造成的危险。对于体操翻滚动作有兴趣者，都可以在这样安全的地方来尝试，并有专业教练的指导。多功能的训练场域让年轻人有发挥的地方，也吸引家长们前来参观。我觉得很好啊，可以让年轻人来练体操。如果我还年轻的话，我会来跳。很正面啊，然后比较让小孩子有这个才能，他们的专长。设备都还不错，然后整个场地是让我们就是感觉还蛮不错这样。练体操复合式舞蹈空间，这里可以尽情的翻滚跳跃。观看东部地区，宜兰有南洋体操和武术馆，台东的大学与国中小也有体操队，在全大运和各项竞赛中屡创佳绩，唯独花莲地区在相关领域较为缺乏。透过这样的场域，期望让花莲人有更多的休闲活动选择，甚至发掘体操人才。原视新闻，改造玛雅花莲吉安采访报道。